慌张，我也没有出问题。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，厕所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为什么我要尖叫？再看一次你们就知道了。开会开这么久，我膀胱长会憋出问题。没错，我有阴阳眼，可以看到来自另外一个空间的，应该是人吧。很多人羡慕我随时随地可以见到鬼，都不用去鬼屋，但是对我来说，这其实是一种困扰。你不进来。电梯里满满看不见的乘客，还是楼梯间的好兄弟，到底什么星座最容易看见他们呢？